啦，咪嗰個冇用，冇用，什麼好做？哎，我哪样对不对？但是伊佫开始做公益，哦，应该依照自依照因公益的公益咯，互人啦，伊还佫开始认真拍拼的，哦，所以你看咱甲电视到到做滴滴学习的时阵，伊嘛真正去哦，只求锻炼两三年，哦，搞起，虽然是约咱准备前去看土地，但是伊甲伊讲。我答应迄个真理论啊，伊讲我公家拢无啦吼，还较去拍的，所以伊即马我起稳了嘛，做拍的吼。所以各位学姐，这就是公家，唯有公家到我大人边啊来养，边啊来顾，小人来顾。所以而且或许尊各位学姐分享，或许是福报的来源，为公家还对的。咱拢常常听咱我老板讲一句话。趁钱爱靠头壳，哎，用钱爱用哦。所以咱今日布施，或是用钱，还是布施你的财产，或是福利金，各位先生，这拢是咱福报的来源。一个有天下的先生，你注意甲看，伊的身体愈来愈好哦。啊，但是若我有拄着姻缘，我是无好的时阵嘞，咱无事化消，绝对无化消的姻缘。为讲结婚过程，因为咱。愈付出，伊就愈结出；愈结出的过程内底，就通激发着伊的智慧。因为你今日有法度付出，就是你智慧的来源。你的来源来自你的智慧。你今日若无智慧，今日意识消，哦，咱的贪嗔痴慢疑，各位先生，我们走不出来，你准备行袂出来，你无法度让啥，讲我半个月来讲我开放。所以咱的师父才甲咱讲，这个是讲开放的地方。开放出去，真正各位先生，你莫想讲咱个电暖师按钱写咱出去开放，敢那就开挂嘞。后学有跟着走吼，后学有能够诶亲身身历其境才有印象。但是你行出去了啊，你的责任把消费收在国外，哦，像咱电视会早有讲，用金币，哦，咱个面欠钱领哩嘛，咱自动领哩，伊拢是咧驻站伫遐半等，等来一届三个月，等来一届。我若做伊十五工哦，我就会想会倒来，哈、所以已经无同嘞，已经无同。那么咱非讲激发嘞，诶，上中下层不一样，哦，不一样。但是是福报来源，报先是有声，你就变；大声你就大变，多声你就多变，小声你就小变。感应哦，你讲哦，你今报是一万块，搁让你做生意会赚二十万块，不是，绝对不是，绝对不是这种。如果若是安尼啦吼，咱今日混在旁边，遐死苦去叫人叫的啦。来听一个翻唱的，叫啥物啊？叫啥物？叫《政府组长》。你去听演讲一场要偌侪钱？几万？我听迄林慧珍讲师咧讲啊，伊是星光人寿 CEO 讲，伊讲等于各位先生咧给咱家白羊电视台啊，点林慧珍，他有在讲讲课，义务上下级。伊讲是足道理嘞，吼！啊，伊讲伊上一堂课十八万，来学堂上课带两枚衫衣五百块，伊讲啊，这个叫这个无成本，啊，我一堂十八万，你一堂五百，两枚衫衣五百块，叫咱食三顿，食几顿都无够，莫讲去互咱住，去互咱住，佮讲道理互咱听，结果伊惨翻了啦！伊讲哦，这有一个秘密，所以我也承受伊今日是这。非常优秀，世界各国的都有个讲师，是咱基德佛院的讲师林慧珍讲师。哦，所以各位先生，因为伊有多少多年功夫，伊本来伊你若听演讲，伊就知影，伊讲吼高处不胜寒，哦，人无爱度伊，因为徛上悬啊，哦，伊是 CEO， 无人敢度伊，叫咱招伊去听看卖，安尼尔，招伊来看卖，伊想奇怪，咱有这好人哦，伊带团队来，咱。为什么这人拢敢若无共款？他就觉得很奇怪。伊讲我对恁来讲好，伊对伊看了咯，我都觉得呢，对伊。哎，讲为什么伊拢会当去拜拜，然后跟他才去开智慧。然后开完智慧以后，参加法会以后，哦，金妈妈，多谢咱来听演讲的在，叫林慧珍哦，马来西亚、新加坡到处去讲课。所以各位姐姐，伊今日就是为了伊有啥福音，多谢多谢。咱今日前辈者的医生医下，真像咱这么侪的有缘的兄弟姊妹来遮学习哦。那么各位前辈，咱一定有感恩。
但是你有三分的分水，你有十分的甘味，十分的分水上天给你一百分的甘味。那么要如何会有甘味？靠你这点信心，因为心性这边，啊，灵则甘，甘则饮，饮则痛。重点卖有你个信心，吼，你个信心。过去是你画的，你画你用五转五回公平。各位先生，非常的公平，只要你有付出学习，比如咱上简单的文理，文理帮你了来学习，你会学会个咧。我毕业之后先生，吼，进考了开始了文理班，即摆伫阮至善班。那么你在至善班的，我来问，为古人信奉的请举手。但这呢，十二月份。自然教育班 B 班的文理营长，请求或许也是在那边，因为不单只有八个单位的学员，我等他们一直这种，哦，我等也来上台。有甚物建议有疑问，不归就是有付出，哦，所以是你看你面，我你安怎做，安怎下，安怎付出，拢是咱家己的，拢是你家己的，绝对不是传输的。是兵营组长顾问，咱真感谢，拢咱家己的。爱转你的运脉，嘛是你转的较灵运，哦。但是甲咱心转是安尼做的，你嘛有上天嘛是转的，咱今日倒啦，有三分的功力，上天做咱七分。那么咱今日心转就得手，咱今日有得着维护师打拼，心甘情愿的一个成果。付出了后，上天嘛是公平来做一个化妆，哦，做一个化妆，哦，这是咱孙老奶奶慈悲来和我跟咱分享到三轮退空，过世是不想因果，就是讲我伫过世无自想过世的这一点，都是咱慈悲因果经经文内底，哦，无自想过世，只想要过世，袂使有过世的我，所以咱度偌济人唔免想。咱过世做偌济，咱嘛免家执着哦。伫咧做过世的事情，就是不要执着哦，不要执着啊。过世无执着忧郁，也是讲阮今日哦，甲阮家的大地发生过世，伫咱爱上运当做义卖哦。咱你如果先生是比较会想，运拢无卡定个，老有看好个，会玩阿个，也是讲哦，唔知有咱有影用无咯，我唔知啦哦，啊拢无。表示我咧执着前途，我咧量我过去的数量，这也就是三轮体空。那么过去是可以由他受我过去的信念，比如咱研究这一个历史，还是讲咱今日有提物件去给咱的前贤，就像我汉哦，所以拢常常经过这题材来，所以个来讲，我就这样讲上面的。所以各位前贤，这前贤绝对袂去依个是体来。阿好怕嘛，我往咱上帝来，嘛是叫什么？不接起来吼，袂跟一号、一号片拢在弄啥？这叫做受我过去的信念，就是我讲啊，我提这物件叫我受灵啊，我记的，我刚提偌济，伊我提几粒药叫我受灵拜拜哦，安怎安怎，就比阮去上济，拿出去就好。那么当然，你这样的话，有一个咱平民难得的。有兵的这影片，要跟咱各位先生分享。那后续底下，我来看重点的好啊吼，因那个兵路难得，伊有兵的这些动画片，会使讲非常的长啊吼。啊，好，我大概来看一下。有一灯，二人百千万灯。啊，就是这个兵路难得，难活呢。有伊看到咱军队的经典，啊嘛看到以前的人拢的故事。点油灯，其实点油灯是一种修哦。咱佛陀，我咱的众生最上明理，鼓励点油灯，其实各位先生，伊只是伊是爱点咱的心灯哦，点咱的心灯，发哦，发这个修行啊。来修行很多，伊无伊修行一部分哦，伊讲学习点油灯是种简单的代志，无要开出侪钱的代志。但是呢，佛陀就是要咱兄弟姊妹众生一个机会，一个报喜的机会。所以这个病毒呢，伊看到了，伊看哦，人家好赢啦，伊看见人。
要来做布施啊。笑一下，咱就是讲平讲平，常常咧讲吼，咧话西哦，内底有一个美女叫人，但是伊足善的吼，伊是咧流浪，啊咧甲乞讨，就是咧做乞食吼。啊，伊就想讲，伊来当来，伊拢看到波尼斯话吼，再一个平在波尼咧降温，咧降流冰的，这是啥物话？伊嘛是讲，伊一世人咧当真福的。咱即下吼，福德大势吼，大势咱去较好，所以就死给伊个科技，我科的，是高明啊。啊，但是要这个油面，而且头边讲伊是高明啊买，但是伊为着讲情义嘞，伊嘛是互伊油啦吼，就是互伊一撮仔面甲一甲，搁过期互伊哦，即头边过期互伊，所以面都做满面，把油面放伫阮桌面前。降兵的台底咧，伫遐翻，伫遐祈祷啦吼，都是做善的。囡仔吼，伊当用这小油灯来供佛的啦。凡事供着我来世，咱你叫地位的认定，伊是求来世的地位。过去遐人偏偏咧修这世的修，变变着来世地位。所以伊得了伊就走。那么走了后咧，过去遐人看了变。就是咧，所有的油面拢叫风来吹花去啦，啊油嘛大伊啊，但是只有冰露咱倒一只咧，一只油面拢袂倒，啊这个木剑的咧是法师嘛吼，要用吞落花，啊要用法师解伊个怎油面落花，但是安怎油咧拢袂落花，只不过伊若要点的时阵才点，但是无法度来用花哦。所以我就甲伊讲，你这声闻的地主的心方，根本无法度灭了发大心菩提心的人的，啊，所以咧，属于比较大心分，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多谢你，咱来当去游途游吼。这个故事我了解，就是这个冰露兰德咧，以一个三轮替空的这心经来布施的，来供养佛，用这个发菩提心的心经。要供养佛，但是因为是发大菩提心，无多是发大觉，大觉心。这佛就甲伊讲，伊是恁这声闻的弟子用法术，会当去来分弘化的。所以各位先生，影是讲，各位先生，只要咱若点点着咱的心灯，开启着咱的智慧，各位先生，今日咱伫真正落实咧修行法道，咧修法道，去讲得着，我们绝对不会因为。别人的一句话，因为家里发生了一句话、一件事而退之。这个故事就是让人了解，所以咱伫咧行持修法的过程内底，咱会当真正三轮体悟。各位先生，不管你这个肉体有偌忝啊，我若是我病，可以咱甲问。我去请道吼，各位先生，回来我虽然身辛苦，啊，但是我拢透早六点就食饭。我就处理了，然后去九点嘛，十点嘛，我已经无水量洗身躯。各位先生，请问我够困几暝？我好困嘞，我后加出讲明仔日我哪无爱洗身躯，我要先困，我才来去洗。哦，加一点晚啊，但是我透早洗啊。各位先生，伊要比加那些哦，我洗身躯是便宜的，加一点嘛，透早来洗身躯，搁去加那些等下用，那轮流嘛，对不对？轮流洗身躯，我告诉你是。我要来困啦，各位先生，你敢要相信？好天吼，我倒来搁困到天光，各位先生。安尼，这真正是以着三轮替换心境去咧了我觉心。你像我大人，我无说辛苦困得去啊，相信？各位先生，你大台湾，你也无说辛苦困得去，我不相信。好，这个叫三轮替换。时间来差不多，听咱咧提醒讲，一个真正好个讲师吼，袂使拖白。歹戏袂使拖病，但是各位先生，我咱来听文化学啦，咱卖去看电影面。布施是净土达到六道万行，对。六道万行，不是讲我来运动起来，咱听六道万行嘞，啊，不是我来运动起来，咱净土达到嘞，是日常生活当中，咱就当去行六道万行。布施，我是会当做，乞丐我会当做。杀得饮红酒，哦，也是叫咱弄这样子。啊，来敬酒，敬酒，那
爱师尊老人讲啥物啊？正教是正道的使命。多谢谢。所以正教上班修行，是不是？只要吼，人爱学习，人会都讲，哎，有啥物法？我以前就是安尼嘞。啊，我公公伫后边，我爱推手就是我公公。我甲讲，食菜要食菜，才辛苦，但伊在做钓拢爱叫。哦，你做拢迄福建做钓，你甲我叫，啊，伊来甲我叫，吼，我心肝就叉叉叉。是上班，但也要煮饭，也要做做些工作。你叫我去学你只叉叉叉，但是我讲我两边人拢讲你样子，是话伊较困难的。大处理就分，哎呀，就倒转来重视。哦，我原在大处理，足忝的呢。你无工无爱，伊迄款了细声，伊就知透早四点半起煮饭，倒来伊暗时要去学你只。然后啊，所以各位姐姐，六度半年你经济好，不管是何人经济。上天内心不乱，哦，迄个外人理想内心不乱的，咧是上天啊。上天个会当过善嘛？啊，智慧哦，本来就成就，本来就成就个，善本一定，本来清净，本不动摇，本不生灭，啊来，也是办法。所以六道万缘，过去是真菩萨的六道万缘内容。好，咱来唱，来跟各位先分享一下。咱师尊老大爷唱歌，叫做《济公老师的疼惜》，伊雕刻春天的花蕊，多谢谢。我们一起唱，因为这条诗歌是我早早吹的吼，我不能够在影片来等你看，因为在影片是清水歌，咱有多半的内容，不是他做的雕，我都是来当做，俺多谢做伙来唱，我感觉最有意思。咱这个老师会听啊，是。那么各位先生，来你早，不如来你下，有缘有缘，不出世无缘无缘无缘，有缘千里来相会。咱这位请，那么邀请。最难最苦，最难最苦。Oh,
今日有法甲咱各位先生共同来分享的这布施的真谛。啊，这个老师甲咱讲，咱一世人若无钱，就爱怎？就爱财死。无财富哦，哦，就是讲你今日无财富哦，你就爱得布施，得财死。若夫妻无地位，就爱得法施，得病痛就爱得无畏施。各位先生，确实，咱今日了解布施的真谛了后，就爱爱有啥物力量，知行合一。知影了解布施法则的方面，会当予咱家因伫咧修行下个过程内底，会当启发着咱智慧。各位先生，我们一定要知行合一。好，感谢点文师，感谢在座的各位先生。哦，哈，这是主哈修了我的机会。那么，我哈在个这个过程内底，除了有伙伴各位前贤。并且来各位前贤不久的所在，那么盼望咱点文师，咱各位前贤搞好，多多的包涵见谅，那么供养贵心贵神所在，但且咱话这些积俭，是我发展些贵点的，让你说进步。那么最后感谢天师德，感谢各位前贤给同学学习机会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好。感谢小